幸福、美满究竟的生活是什么？佛教我们，我们要求什么？我们要求觉悟，这才是真的。诸佛菩萨念念之中求觉悟，求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他们绝不求名闻利养，绝对不求五欲六尘的享受，生活往往过最低水平的生活。最低水平的生活又怎知它是人生最幸福、最美满、最究竟的生活？这个道理没人懂的。现在讲起来亦没人相信了。但是要深深去思维，冷静去观察，你才能看到世间所有一切都是累聚。到最后你想到连这个身体都是个累聚。身外之物越多，你负担越重。你日子过得越辛苦，想下佛菩萨祖师他们示现的，细心去想下，冷静去观察，我们就觉悟，就明白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